官，西干帝国进攻，因何不凶悍凶迷回来？是哦，就算有所耽搁，也不可能因敌过现金，不会是出事了。有人来，大师，大师在吗？是叫多灵色，通不了。无量无量，通通无量。为义多冤，这叫我该怎样团战？想得水不红，也得。穆相汉已经到西方四号佛祖去了。什么？是谁输伊？上前都是安尼安尼个安尼。北谷洪祥竟然动手杀害穆相汉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叶多灵，穆相汉可有交代任何为人？有公出相互辨认，爱人千万唔通到你发天宫处罚掉，否则有性命危险。血统不良，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穆相汉的心，以不加对中。像我两名活佛同时存在，这件事一定要相加对照。叶多灵，多谢你的团队。这是无什么啦，只是你那千万小心，穆大师全身的金脉被抽出，时中凄凉，对方不是简单的人物了。万载了，平时现在有何打算？我佛需要人保护。不如这件事让我调查去吧。你一人回乡，咱两人同行。韩宁，你就负责保护我。好吧。叶多灵，是何人请你为我带路？前去见穆相汉的遗体，当然是没问题。行吧。原来是香火佛同存在师兄，正是佛门拜见。哈哈哈哈哈！停步，心行停步。哈哈哈。在下披松古旧色中心，观察先生的面相，近期来穷有在意，所以出言提醒啊。故作心比上应可做，故下作为多加地价可留。在下绝无此意，但希望先生聆听在下一言。是吧，先生近期尚有血光之灾，若危险，请先生往西方之行，往生各种。哎呀，二是寂寞界第一隐秘鬼宿，这个所在有你的救星。哦，多谢汝的特调，信亦不信。先生主编，释中心严禁移出，故事。小兵为责任，被禁在佛光圣训，要如何辞呈？索劳两兄弟，在朝所幸和江魂生，以两兄正面对上，这场胜负如何了结？这种感觉，小兵为何去融合？是和江魂生对招？那分他用。恢复新蝶和剑魂水，
总会比小兵会吞噬，可是有比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道戏《披着王朝之龙翔星耀》第三集《文心龙星耀》。